我希望我能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。我是 Z 时代的一份子，我和我的用户通过淘宝店，通过植物相聚在一起，彼此陪伴，彼此治愈。我希望的其实是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植物治愈的力量，给每个孤独星球都送去陪伴。我还希望疫情能快点过去，让所有的生意都能更好做。希望这个世界中能充满绿色。 城市的钢铁森林中能出现绿洲，希望每个人都有绚烂的人生，即使各不相同，也能各自美好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陈卓。今年六月呢，我刚刚拿到了自己的硕士学位，四舍五入也算是个零零后了。走出校园呢，我没有和大家一样，我选择了创业。 去年三月，我在淘宝开了一家名叫“职人医生”的店铺，主要呢是销售植物。我相信植物可以治愈心灵，给人们带去希望。到今天为止，我们累计已经销售了二十万件商品。我觉得那不仅仅是二十万件商品，更是二十万份陪伴，二十万个心愿。今天我想讲我创业过程中的三个故事，都和希望有关。其实啊，在创办“职人医生”之前， 我还有过一段经历，勉强呢也能算是创业。刚上大学那一会儿啊，我一心就想着玩，也没有什么目标。好不容易熬完了大学的第一个学期，我厚着脸皮争取到了一个实习机会，入职了一家名叫“树德生活馆”的文创公司。没想到在这一干就是四年，我第一次感觉生活中充满了奔头，充满了希望。我许下一个心愿啊，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生活馆。 打造成中国的鸟屋书店，大陆的成品书店，成为中国文创的名片。可是事与愿违，二零零二零二零年年底，老树的生活馆被拆除了，我失业了。全场清仓甩卖，连垃圾桶都被卖掉了，人去楼空，我的心也空了。第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，没想到就这么就拉胯了，我为此真的 emo 了很久。 那正好碰上过年，我就顺势就在家摆烂。过完年了以后，看着镜子里面胖了十斤的自己，神色颓废的自己，我终于忍不下去了。我觉得我还是得干点什么，我就给曾经一起经营生活馆的小伙伴们发了一条信息，说：“兄弟们，我们再一起做点事情吧。”但搞什么项目呢？再开一家生活馆，开不起，我们手上只有八万块钱，还是硬凑的。 做一个创意的咖啡厅吧，哥几个连拉花都拉不明白，还是算了。做文创品牌呢，做文创产品，随随便便开个模具，几万块就没有了。一筹莫展之际，我突然想起啊，生活馆清仓的最后一天，场地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二楼的植物房里面还剩一点点多肉，我们就把这些多肉啊分给了在场的顾客们。记得那天阳光很好。 整个房间都亮亮的，但是很多人都哭了。其中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姐姐啊，告诉我说，说她养了很多的多肉，每天下班回家呢，她都想和这些小植物待一会儿，慢慢的，她自己就能静下来了。回忆中的这个画面啊，深深的击中了我。我想，对她而言，植物就是来治愈她的孤独的。或许呢，我们就可以卖植物，用植物去治愈孤独。 我们可以把植物做成文创产品，设计出萌萌的 IP 形象，给他们起名字，把他们当做宠物，当做家人，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渴望得到的体验。于是我就有了新的希望，我希望用植物去治愈年轻人的孤独。我们就给公司取名字叫“植人一生 ”，slogan 叫做“治愈孤独星球”。方向都有了，那怎么卖呢？ 我们手上只有八万块钱，开实体店肯定是不可能了。那况且呢，从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没有只打算想做本地生意。没多少本钱，我还想卖全国，卖植物还是当成文创去卖，那可想而知的小众，到哪里去找喜欢他们的人呢？我们就说淘宝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平时逛淘宝的时候，总能发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我记得有个店铺。 它里面就是卖独角仙，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虫子，销量还能不错。我说这么冷门的东西在淘宝上卖的还能挺好，那我们卖植物怎么就不行呢？说干就干吧，开淘宝店的过程很顺利啊，交了一千块钱保证金，准备好 idea，万事俱备了，就只差产品。选品阶段啊，我们买了很多的植物回来养，刚拿回来的时候都非常的漂亮。 但是在我们手里待了一段时间，就凶多吉少了。看着那些死掉的植物，我们其实真的很丧。就是我们说好了要治愈年轻人的孤独，但是这下更孤独了。那我们因此啊，就恶补了许多的知识，了解了不同种类植物的生长习性、生长环境。那渐渐的，我们买回来的这些植物啊，成活率也就越来越高。 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也确定了淘宝店的首发款，啊，叫空气凤梨。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可能听说过这种植物，就算你是王者级别的懒人，也一定能养得活。因为啥呢？因为它不用土栽，也不用水培，喷喷水就能活。选品搞定了之后呢，那我们就开始做包装。年轻人做的品牌嘛，对包装总有点追求，你的包装不能太 low 吧？但是这个包装吧，也得能经得起长途运输。 那我们说，干脆用罐子吧，把植物做成植物罐头，这样很新鲜，还吸引人。我们很快就发现啊，我们对罐子也是一无所知的。罐子买回来连口都封不上，啊，我们就赶紧采购封罐机，采购封罐机回来磨头还不对应，就只好又送回厂家，让厂家帮我们重新制作模具。经过了几十回的尝试。 当我们第一个罐子封上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都开心的蹦了起来。我们都在那个罐子上、啊、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就这个罐子到现在啊还放在我们公司最醒目的地方。实话实说啊，我们折腾这些事儿，周围的人都不看好，就连我的亲爹都跟我说说你们做的这些东西，我不会花一分钱去买的。但这些都没有动摇我们。我们本来呢对未来就充满了迷茫。 但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从无到有，从失败到成功，从没有店到把店开起来，这个过程本身就拯救了我们。特别是照顾小植物的过程中啊，我们真的感受到就是生命的这种力量。不单单是我们照顾这些植物，这些植物其实在照顾着我们。在这里啊，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第一个客户，在我们空气凤梨产品上架的第二天就下单了一百个。 谢谢你用行动回击了我爸的唱衰。我们后来就在淘宝的后台啊，跟这用户聊，我说你,你们是干啥的呀？他说我们是一家房地产企业，买这些空气凤梨呢，是为了给看房的人做伴手礼。我们才知道哦，生意原来还可以这样做。在淘宝上，不仅可以把产品卖给个人，还能卖给企业。这一单的出现，让我们信心大增。 更让人欣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罐头真的能治愈年轻人的孤独。因为我经常会翻阅这个淘宝的评论区和各种社交媒体，我就记得有个用户他写道：“啊，他和他大学期间的这个朋认识的这个朋友啊，他们俩都很社恐，就能成为好朋友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那这个好朋友呢，在我们这儿买了小植物送给他的他，因为疫情，他们学校就没开学，他们之间见不了面。” 那他每每看到这个小植物的时候呢，就好像他的朋友就在那里。他希望疫情能快点结束，这样他的朋友就能回到他身边来了。这里不得不感慨一句啊，真的是做了淘宝，才真的理解什么是万能的淘宝。这里面不仅有一个巨大的市场，还能看到千姿百态的生活。来自平台的真实反馈，往往能对于我们做产品啊、做网店啊，有很多的启发。 淘宝的这些金融工具也非常好用，更重要的是呢，日常联系我们的这个淘宝小二朱瑜特别可爱，对我们非常的上心。朱于有一次开玩笑跟我们说啊：“你们的产品啊，就是职场人的桌面情绪树洞。”情绪树洞概括的真的很精准，这正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。 前不久嘛，挣了点钱，我就兴致昂扬的告诉他说：“我们正打算快速扩张。”他也很直接啊，说：“咱们的产品是很有特色，但是产品线呢，你还有点单薄，先把产品做扎实了再说吧。做一个好树洞，还得修炼很多的基本功。”听了朱雨姐的建议，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打磨新品。现在我们的产品呢，种类啊，产品线啊，也丰富了很多。 我们当然也选择一步一步去来，产品不成熟绝对不上架，而且确实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很多需要去提升的地方，需要去解决的地方。比如啊，我们发现，就是大多数用户吐槽啊，就是说并不是不喜欢我们的植物，也不是买不起，那为什么不买呢？是因为它这个植物容易养死，这常常让他们非常的沮丧。有一次啊，一个用户跑过来跟我们倾诉说：“我的小黎同学。” 是不是没救了？小黎同学是我们给空气缝梨起的昵称，啊，这真的很触动我们。就是他真的把植物当成了自己的朋友，当成了陪伴。用户在这个上面啊倾注了这么多的情感，渴望得到治愈，结果反而让他 emo 了。我们真的很难受，我们很想负责，可是怎么负责呢？尽可能的补偿，给用户发一份新的吗？ 如果新的植物能够安慰到用户，我们很愿意这么去做。可是这里面的成本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，毕竟我们还是一家创业公司。况且经过一番调查论证，我们坚定的相信我们产品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，过硬的。但就这么不管了吗？这时候想起朱一姐曾经说过的话，我说遇到难题的时候啊，多听听用户的声音。 和大量的这些用户啊交谈之后，我们发现植物养不好，往往的原因是因为用户没有没有就是去学习养护的知识，或者说经常忘记照顾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就决定给每一个用户都能够提供一个跟踪的提醒服务，这样他们是不是就能更好一些呢？我们定期的去提醒他们浇水啊、施肥啊、换土啊。 那有些用户的植物会出现叶子发黄或者长得不好的情况，那我们会让用户从多个角度去拍这个植物的照片，然后我们针对于这它植物的情况去对症下药，给它一些施肥或者用药的建议。那万一植物还是被不幸养死了呢？免费补发负担真的很重，但低价补发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。为此。 我们推出了复活卡，如果植物养死了，用户只需要在后台跟我们的客服核销一下我们的复活卡，就可以极低的价格获得一盆新的植物，这样小植物又可以继续陪在我们的用户身边了。这一番产品和服务的升级之后啊，我们收获了非常多老用户的这种信赖，复购率也变得更高了，和客户之间的关系也就更亲近了。 这时候我才理解朱雨姐说的情绪树洞是什么意思。树洞的本质是倾听，植物能治愈年轻人，在于它总是在静静的倾听。这个其实是我们从植物身上学到的。我们复活了植物，但用的不是魔法，而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理解和共情。顺便一提，我们的用户也很调皮。 他们也给自己的植物起了各种各样、五花八门的名字。当然，他们在这些小植物身上也倾注了各种各样的情感。我来念一些用户给我们的留言啊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今天，本 Tony 老师给小何同学理了个发。今天是不焦虑的生日，让我们祝他生日快乐。我给我的小苔藓起名叫丑七怪。 丑七怪这么丑，全是我这个懒惰的老母亲造成的。希望这个丑孩子以后多多敦促我勤快点儿，让它变美吧。收到这块小苔藓的时候，我刚分手，小妹说就叫它蜗有草吧。本以为它就是个普通的小草，没想到二十二天过去了，不经意间它竟然开花了，生命真的好神奇。每一次啊，就是我看到这些或者读到这些。 可爱的、温馨的语句，我就会觉得，我们一直以来在这个上面付出的时间、精力、心血、汗水，都是值得的。我们带给用户的不只是一盆绿植，更是一份情感，一份希望。最后一个希望是我一个四舍五入零零后的创业者对未来的希望。我希望我能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。 我是一个年轻的创业者，我看到很多的同龄人在淘宝上追逐自己的梦想，他们的故事呢也在不停地鼓励着我。我和许多在淘宝上的年轻创业者一样，怀着天马行空的想法。我们最需要的支持是一个简单友好的创业环境，让我们能够自由地发挥和尽情地创造。今年是我们店铺第一次参加天猫双十一。 最直接的愿望当然是希望我们能够大卖，有一笔可观的收入。都说啊，天双十一是一场购物的狂欢。我想到一句歌词：“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。”我是 Z 时代的一份子，我和我的用户通过淘宝店，通过植物相聚在一起，彼此陪伴，彼此治愈。我希望的其实是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植物治愈的力量。 给每个孤独星球都送去陪伴。我还希望疫情能快点过去，让所有的生意都能更好做。希望这个世界中能充满绿色，城市的钢铁森林中能出现绿洲。希望每个人都有绚烂的人生，即使各不相同，也能各自美好。我是陈卓，谢谢大家。 完整版新知视频，请至一课 Talks A P P 观看。